经过五十多年后，天主堂特别建伫外观以及做礼拜教堂是真济较有知名的会议。随着人口外流时代凋零，靠天主堂已经限定超过三十年。现在伫知名作家郑鸿熙的牵手、吴季娇以及多位文书工作者的努力，靠天主堂今年正式登录为历史建物。民国四十六年，所以有一个那个罗兴塔神父来到这边，在当时根本交通也不方便呢、还有就是很多资讯啊，都很短缺的状况之下，所以这个罗神父他来这里哈、给孩子们带来很多很多这个帮助，像比如说我们两边一个国小一个国中，小朋友放学他没有地方去，就一定要经过这里，所以就会跟神父啊打球。请教功课靠天主堂建筑内面的条啊壁斗，经过时间拖磨，已经六七点钟。不过特别建筑外观以及内面保存的景象，让人亲像看见靠天主堂过去欢迎的年代。这个椅子也是当初留下的。这个是当初的椅子，还不是现在的，当初的，所以它的那个，可见它的材质非常棒，材质非常棒哈。不只是这个，那我们。连那个十字架和那个耶稣的像哈、因为它就是闲置嘛，所以才造成很多东西都保有下来。长久两百多位教育的天主堂已经被登录为历史建物，这事后建筑修复也再度引起地方关心。它整理起来真的很漂亮嘞，真的很漂亮哈、那我们之前也在这里办过活动，什么草地电影院、草地卡拉 OK， 这个我们现在历史建物等于是我们口乡的。一个值得保留的，有很多历史回忆的这个地方，要花很多时间，我们要慢慢去结合，天主堂也好，是教友也好，村民也好，我们都要结合很多人，才能把这个未来的事情做得一点一滴的累积下来。靠天主堂经过吴季娇老师等人的努力，成功登录为历史建物，保留靠珍贵天主教文化，让现代靠天主堂再度引起大家注意，找到未来保存的路。记者李嘉山，长报道。